现在是不是有点紧张？还是这是你？没有没有，我要接近地，一定要落啊！哦、我们落在路上。嗯。哦，可以这样落啊！我以为一定要到大空地耶。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待会啊，膝盖微弯。来来来，他们来了。啊！头文字 D 哦。你们超快的耶！哇塞！很像特种部队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，路上落落这边。我进去，来。真的是用生命在工作，天哪，好感人哦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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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蛮稳的，这个嘉哥，你问那个阿公这边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？你问一问他一下可不可以，因为他应该说完了吧？可以打哈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大家都 OK 吗 ？OK。那我们做一个大合照。好。来，好了吗？嗯。一二三。这样会有什么事情？不要笑容。我刚拍他很紧张的脸。真的假的？你自己那么高，你们还怕高？脚很抖哎，真的假的？就是你刚刚脚很抖。哦，我知道，因为它很高，所以它推出去也不是很多，它裸露出来的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球啊扶起来，我们移动到那边去，所以你们都也留在这边。待会啊，我们面向这边，然后整个就坐下去，跟着这个藤篮倒。哦，所以我们是要倒。对。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坐下来，我们要你要背对背对。感觉恐怖攻击。我大家。这个有恐怖攻击。你这样会恐怖。sorry。来 ，Go。好，这个怎么回事？我们夹得很紧。好的，快点，快点。走走走。啊，你推不动哎！哎，推不动哎！我们要把爸爸拉一下。哎呦，我们往后躺。把他推倒。我有啊。哇！推推推推。中了我们。是。你们让我好忐忑啊！感觉海盗船，你知道吗？会那么多东西？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干净，好干净，没了水，好好笑，你们真的好好笑啊！哦，乐斌，乐斌，我香槟在这。算了，太棒了！我们待会收完球之后，我们会开香槟。哦，你们可以过去帮忙压压，把那个风挤掉，但是脚不要踩到就好了。就是我们身体会像这样子，半跪，然后去这样子。半跪，然后往里面，往里面拨。对，就是往里面拨，然后往下压这样子。它会一直飞起来。哇！哇，这才是真的百人之巅吗？你被挤出来了，你被房子吐出来，你被热气球吐出来，这个力也太大了吧！被热气球吐出来，你可以这样在里面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吧？哦，可以。我很快，小心小心，我们要被热气球吃掉了。我们好像在玩一个很奇怪，对啊，怎么那么大，还没走到底耶？好大哦，热气球！哎，什么？有了，要结束了，哎，要开香槟了。谁说金库只能用来装金银财宝？
锵锵锵锵！任何你认为值得被保护的东西，都应该要好好的收藏。啊，他在节目里也有出现哦。Hello， 我是张广成，你的客房已经准备好喽。想解锁更多客房服务，请订阅“光开门就很忙”的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关注我们更多消息。我们到时候见。十点了，来了吗？哦！哇哦！浩森，你要帮洗澡？我帮他洗澡吗？哇！天气！吓死我！他呼吸，短短，你不要从他前面。短短，快！谢谢，你看他。哦，陈意涵，你有暴力倾向。他的宠物是爬虫类啊。我们刚刚那边弄那个狗的房子，弄半天，以客为尊。他们亲人吗？嗯，很亲哦。好可爱哦。他们都在吃什么？他们吃虫。希望可以做特别或疯狂的事。忙帮你安排了刺激的活动，来，刺激的活动来了。他们说希望，我们就一定要帮他们达到，让他后悔他写的“疯狂”这两个字。我怕这个，我怕这个。你觉得那椰子是成熟的吗？Oh my god！ 真吓一跳哎！跳过谁？谁？刚才说是有专业人会爬的，怎么会这么难？你们觉得是人类吗？哇，你一岁哦！我找了一个帮手过来。哎，你好。他做的很淡定。阿贝，不要弄我，我现在手都拿不出来。我根本没在管客人的，把客人都当成自己人。要把你当客人还是？现在是要打扫对不对？我是客人。解不是我的秘密武器。ブロッコリーをこんなに切ってんのは人生で初めて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。グッドジン。我相信我的伙伴们。这次担任主厨，客人不用担心，因为我很爱做菜。我会当他的二厨了。你再帮我撒一匙盐吧。准备了。这边这边这边，哦那边啊，请听我的指令。OK OK， 我们带来这个红烧鸡，是我爸爸教我的拿手菜。哦，我是负责防务。怎么这么多的毛？陈浩森，你再来看一下，超多鸡毛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是美学担当的部分，想要在布置这一块给客人一些惊喜。哇，太可爱了吧！我就是
负责消耗体力的活动。往下压，往下。不要拦着我离开未央。玩的比客人开心。你们到底是在经营还是在度假？在创造新的回忆，创造我们友情的那一刹那。从一开始完全不认识，最后我们变成缺一不可的超级团体。这很好听耶！欢迎光临。